我嘅職業係一個 OL， 基本上大部分時間都係坐喺 office 入邊嘅。所以對我嚟講 ，lunch time 可以出嚟做下運動，都係一個享受嚟噶。因為至少我都可以 keep 下 fit 啊嘛，你知啦，身為女士，外表都幾重要噶嘛。我覺得空中瑜伽好新鮮啦，從來都冇諗過吊喺空中可以做到運動嘅喎，仲係咁 free 同埋咁有挑戰性添。不過我覺得最正都是最後被塊布包住休息嗰陣時，簡直幫我叉足電啊！如果你問我，我都會鼓勵我身邊的同事一起嚟㗎。